众所周知，比如说一个班级里面长得最好看的那个女生叫班花，一个比如说一个反正就是你知道的，就是一个组织里面长得最好看的就叫某花，对不对？就反正就比如说可能是一个班，然后可能是一个学校校花这种。大家知道一个公安局里面长得最好看的一个女警察叫什么吗？叫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公花吗？公安局里面长得最好看的一个女警察请问叫什么？我们今天其实是在医院里面，现在在等，在医生的办公室里面等医生过来。我们这个医生是有名的迟到大王，所以我们很无聊，随便探讨一点学术问题。今天唐总已经37周了，然后过了今天以后就随时有可能发动。不出意外的，这帮龟毛的老美忘了帮我们约胎心监护，应该是在今天见医生之前做完的，结果没有做，所以我们只好现场尬做。尬做是怎么做？鸡毛还是龟毛？当然是龟毛。唐总说龟毛和鸡毛是不一样的意思，我们一开始认为龟毛是认真的意思，鸡毛是粗心，不对。我们一开始认为鸡毛是认真的意思，龟毛是粗心的意思。你不是我。但是后来发现原来他们是同一个意思，作为北方人应该说龟毛，作为南方人应该说鸡毛。再来重来啊，作为北方人应该说龟毛，作为南方人应该说反了。重来，作为北方人应该说鸡毛，作为南方人应该说龟毛。好了，现在做胎心监护，这个小朋友心跳算快不算快，就正常。好，看一下，肚子看一下，20分钟啊。没测到吧，他可能信号断了。没事。130多一点。我总觉得这个比大的慢，这个比大的心跳慢，可能是心比较大吧。从医院出来，唐总的奶茶瘾又犯了，所以我们去买了一杯奶茶。唐总奶茶买好了以后，我的咖啡瘾犯了，所以去买了一杯咖啡。这么大一杯只要多少钱？2块几毛。2块。以后就来买这个喝了。唐总过完了奶茶瘾，我过完了咖啡瘾，发现小满的冰激凌瘾还没有过，所以我们今天早点到他学校接他，然后带他去吃冰激凌。我可以吃吗？他肯定乐疯了。你不行，你不可以吃啊。好，进去了。